我咱俩在一起，真的，大街小街都跟你过，隔三差五，我都会给你浪漫，给你惊喜。我觉得今天这已经足够浪漫了。不够，这只是一部分而已。这是什么？一部分。你是说，这个会是你们两个接下来相处过程当中的一部分的浪漫是吗？还是今天的一部分的浪漫？今天的一部分。看来还有重头戏呀。是的。现在能揭晓重头戏吗？需要观众配合我一下，可以吗？好。希望这边的观众呢可以移到这一边好吗？就这片场地我都要用一下，可以吗？需要跟大家互动吗？万分感谢。哦，来来来来来，大家拿一下自己的行李啊。等我。